你妈妈对你可真好，你这家伙真幸福。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这么多，你妈妈对你真好啊。嗯，哇，百宝箱啊，真是令人怀念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小时候的宝物。嗯，你们好啊，各位劳动者。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你们在吃午饭啊？佐仓先生，什么事？又有麻烦事要找我们呀？可奈呀。 这次可是紧急事件。这是怪兽炸弹，里面压缩着一只极其强大的怪兽。24个小时后的下午3点钟，我会引爆这颗炸弹。如果你们想要阻止爆炸，那就将1000万美元。 贿赂钻石群岛的指定账户上。邪恶的外星人在这座城市里成立了一个叫恶人协会的犯罪组织。这个犯罪组织没有固定的基地或者成员，他们利用只有外星人才能访问的暗网进行行动。下午3点是今天下午吗？嗯。 那就剩下不到3个小时了。嗯，吃得火烧眉毛了才来找我们。别这么说嘛，美丽花。像我们警察这种大型组织和你们可不太一样，不能像你们一样可以随机应变。理解下我的立场嘛。魏阿月，想什么呢？你有什么线索吗？没有，我去打听一下情况。你等等，我走了。担忧心一起去吧，快跟上。好的，前辈等一下。在这颗地球上，生活着很多外星人。 是阿玉啊，气色不错嘛。我可不是来这里跟你闲聊的。我可是很忙的，况且我也不爱说话。哦，里海优酪乳，存放了15年的优酪乳。你们凡顿星人一吃优酪乳就会烂醉如泥，等醉了说不定话就变多了。嘿嘿嘿嘿。 那就听话胡说几句吧。恶人协会的支敦星人佐林，从马金特星人手中拍下了怪兽炸弹，打算在混乱地区卖一个好价钱。这的确是佐林的老狐狸的作风。没想到炸弹在运输途中被人偷走了，目前佐林正在拼命的追捕盗贼。那他在哪儿？我只能说这么多了，请回吧。 等等，小子，你口袋里装了什么？哎，你说这个吗？哼，那是传说中日出果汁的瓶盖儿。
那款果汁卖了没多久就停产了。在我们星球上，那个瓶盖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。多少钱？出多少钱？你愿意卖给我？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不管多少钱，我都愿意付，情报也行，只要是我知道的，我就想要那个瓶盖。真是搞不懂那些外星人的价值观。前辈，你今天怎么了？爷爷，给我表演魔术吧。魔术啊，好啊，看好了啊。好厉害呀、再来一次吧。再来一次啊。这个嘛，纪委会会长、谢谢你总是逗他开心。今天天气真不错。是啊，给你，路上小心呐。谢谢你爷爷。那我们先走吧。没事。好久不见了，阿玉，看来你现在过得还不错嘛。怪兽炸弹被偷了，你应该很焦头烂额吧。喂喂，我就是个喜欢小孩子的居委会会长啊。是吗？你不承认就算了。明明小时候挺可爱的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讨人厌了？你知道让花儿绽放的诀窍吗？其实很简单，诀窍就是勤快地除杂草。我们不是一个团队的吗？为什么不把情况告诉我呢？虽然我只是个新人，前辈，喂，游行，你没事吧？喂。好久不见了呀，玉哥。我哥，果然是你呀。在我印象中，以前的你很酷啊。我曾经很崇拜你，在那个时候，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外星人团伙能够赢过你。我来问问你，沃克，养花的诀窍是什么？我模仿着你，甚至还沾沾自喜，结果却没想到卷入了外星人内部的斗争。你在被人追杀吗？要是你无处可去的话，你可以在我这里先避避风头。当年那碗茶泡饭的味道，我至今都忘不了。这件事是谁策划的？你说什么？因为就凭你，还没本事背叛左邻那个老狐狸。真是没想到，连你也瞧不起我呀，玉哥。人可都是会变的，当下无论哪个星球的人，讲究的都是弱肉强食，所以我才要变强啊！就用这颗怪兽炸弹。游星，喂，不要对孩子动手！我怎么就是孩子了？玉哥，只要你一句话，肯定会有很多人追随你的呀。为什么你不要再说了？那就没办法了。对不起啊。我根本没有办法过上普通人的生活。沃克，我揍过很多人，通过我的拳头，
我可以感受到对方身上传来的疼痛。暴力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这副窝囊的样子吧。过来！现在立刻给我关了炸弹！少废话！变得，我靠！是丛林团你来的吧？我靠！快告诉我关闭炸弹的密码！没有的，一哥，都结束了。阿玉前辈，来不及了，我们快逃吧！阿玉前辈，そこの貴様、我が注目の情報を特別に教えてやろう。That's enough excitement! Ultra Galaxy Fight, the absolute conspiracy! Something is happening in this galaxy! So this is the power of darkness. I deny both light and the bond to stand up for justice and overcome challenges. That's Ultraman! So you're Tartarus?Come to witness history. Now on YouTube. Access granted. 必ずチェックするのだぞ。真是的，看来我真的是太不聪明了。败家犬。始终就是败家犬啊！我去你这家伙！我
洛克，就是你挑唆的吧？别这样，我的衣服都皱了。哇哦！要吃吗？我才不要！让败家犬在某一瞬间实现梦想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哦，那边很危险哦。那么在地狱再会吧。给我站住！这个声音是你好啊小哥，你手里拿着的是召唤我出来的门票，你就称呼我为风之霸主风马，来吧。风之霸主风马，伙伴，上吧！风马奥特曼，显！我名风马，随银河之风而来。好久不见，风马。这下我们三人又聚齐了。虽然我们出生在不同的星球，但前进的方向只有一个。我们是三眼小队。喂，小哥，做好觉悟了吗？一起造飞弹。时间不多了，小哥，快用银河光灼！银河光灼，来吧！银河光灼开始连接。这可不是代表和平的意思，这代表着你还有两秒就完蛋了。
我这死的也太憋屈了，并没有这回事啊。要不是你，也阻止不了那个怪兽啊。我这一辈子最庆幸的事，就是遇到了一个你。喂，喂，我靠！你这笨蛋！好痛啊，托雷基亚，是你？好久不见啊，欧五十来的。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你好像还在哭鼻子吧？你这混蛋！快住手，风马！他是在故意激怒你。哦，正合我意。你这家伙！死！你的速度在我眼里不值一提。看招！极星光舵手里剑！来呀！真遗憾。站住！别去，风马，不要再追了，优秀的身体会吃不消的。真是的，风马啊，你太草率了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要三思而后行啊！哎呀，别这么说嘛！三思而后行的话，对方早就跑了。我说，你们两个先消停会儿吧。凭什么呀？优秀都懵了，你们瞧他这表情。哎，不管了，那个以后请多多关照啊，小哥。小哥，我说那个，爷，还请饶了我吧。别这么说嘛。这座城市里居住着很多的外星人，他们也有小孩和父母。所以我一定要守护好他们，守护好这座城市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不是我们的工作，因为我们别说了，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。気づいてないかな。そう、光の中、キラリ。生まれた僕らの眼差しを繋いで、明日へ放つ物語。赛古尔星人的侵略怪兽赛古梅格尔让我们陷入了苦战。出外勤的美丽花结识了一个女生，他们两个一见如故，
但是那个女生却有着重大使命。下一集泰迦奥特曼，你所决定的未来。游戏快点，要变身了。いや、先輩の戦う姿、ウルトラ輝いてますな。みんなも動画を見て、一緒に修行しましょう。トロック。